湾的船，一个人是300块，然后有蚵啊可以吃，然后还有饮料可以喝，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来坐看看哦。好，后面是东京巨蛋屏东大鹏湾最新的景点，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来走走看看哦。要开船了，要开船了，要走了。可是晚上的时候呢，像一颗蓝宝石，非常的漂亮哈、哦。那我们游湖的行程从历史钟比对别人来再就别人，没有快点快点说我，我们的大武山啊，很漂亮哎、欸。我看到这一几天，哎呀，滨湾公园地广广泛，今麦开船啊，我拢无同，为什么？360度都不会挡到你的视线。I might go too fast.
这个哦，你看到无？米黄色的豆就是全部都是壳，壳啊壳哦。啊，你有看到无？安尼以后较看上形象有海水。啊，伊我哪哪呢？我这蚵仔豆关下边，你即摆看到这边较悬，另外那边较浅。所以你来的时阵吼，但是还袂大颗老时吼，另外一边会比较面哦。所以有阵时我都该洗一年，可能洗三分之一啊，四分之一吼，一半安尼啦吼。伫个大颗老时，即摆你来看，哎，楼梯拢无水，表示哇，一中午哦，哎，会要该洗，就变做咧蚵仔豆，赶快把它拍回去。我们台湾第一个用壳壳溜出来的一个岛，连江呢，啊那等你综合好这些呢哦，综合好，恁就会要来吃，我来预告，会互恁发互恁做记得。啊，所以暗时要化成一颗蓝宝石，哎，再吃一个。我来煮汤，这个化起来，我来讲，非常的漂亮。So rich
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